好穿模，经过搓件的线材，现在为了害怕你从表面，利用戳刀从线材戳尖。其实正常戳尖是在切线机上有一个专门的戳试板，我们不过是为了不把那戳试板戳脏了吧，为了表面，所以先这样戳了。线材穿入模具，将模具放入隐私座儿，怎么不往那上头放了？拉一下，要不就行了。好，隐私座儿。直接拽出来即可，就是穿线，就是模具穿线，就这样，就穿出来了。然后将线材带着模具的这个线材装模，模具顶紧，线材过模，加湿机构让线材经过拉丝磨合绷紧，再利用牵引机滚筒牵引线材，将线材牵引出足够长度，以便于穿线张力机进入修线机，穿线就完成了。脚踏点动开关，右脚踩点动开关，线材引出足够长度，松开线材，线材经过滚筒和下分线轮，
穿线完成，进入张力机，三号张力机。实现穿线完成后，引入收线机，细时穿线完成。用线材引入工制轮。将主轴锁定打开，旋转工作轮找准认识孔，好，穿线全部结束，合上防护门，准备开机。